过用高难度的手影呈现出来的求婚戏码吗？还有外国人唱台语也能够唱的是真情流露。这些素人高手上节目如何展现他们的惊人才艺，让大家看得目不转睛，带您一块儿来看看。灵巧的双手透过灯光呈现出来的手影，25岁的张振龙要演出一场浪漫感人的求婚记。从求婚戴戒指到步入礼堂，整个过程都栩栩如生。才艺让评审直呼不可思议的，还有会唱台语歌的外国歌手杜丽。杜丽想着两年不见的妈妈，唱出了内心的思念，真情流露，感动了在场所有的人。寥寥